呼，有点沉重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绿眼镜，现在在这个日本的观众家，很感谢他让我一直住蛮久的。好，今天的这个影片没有字幕，然后是一个一镜到底，就是很真心发自内心的想跟各位聊一下，谈一下。那如果你们愿意看，愿意听，那我非常感谢。哦，今天是我的频道6周年。也就是5月5号哦，在6年前的5月5号发了第一支这个布丁加伏特加加咸酥鸡各种吃的影片，去年也有发一支重制。那今年这个发生太多事了，我可以认为这一年发生的事情，甚至这3个月6个月发生的事情，是我过去这个5年来6年来所体会到的2倍3倍甚至更多。我对我自己心态上的转变有非常大的影响。哦，尤其是最近，要怎么讲，这个有点难以启齿。包含了这个我一开始来到京都，还有我前几天来到大阪，我都有在一个晚上突然间走在路上没有声音的时候直接大爆哭。也有录到影片了，可是那个我不是很想公开，那个有点丑。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，压力太大吗？还是整个关于自己梦想的追逐，还是一些什么的，整个我觉得我不知道，就有一个突然间这来这边的时候，京都的大概第3、第4天大爆炸，然后前几天在回这个住的地方，哦，往住的地方，因为这边比较偏嘛，那也是在一个暗巷中直接大爆哭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毫无来由，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说出一个确切的原因是什么，哦，那我不知道，就是。这件事情我基本上没有跟什么人讲，但我现在开诚布公的对所有人说，哦，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感觉。你看我现在讲一讲也是有点快要有点绷不住的感觉，所以我要 hold 着，哦，一镜到底，我不能剪，如果 hold 不住就 hold 不住了。那包含这个，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各位吧。如果你是从一开始就看我，前一两年没有人在看的时候就在看我的，非常感谢。你后来跟打手枪时期啊，1周吃1万时期啊，开始追踪我的，我也非常感谢。或者到最近一些直播什么的才开始追踪我的，我也非常感谢。任何时期的观众哦，追踪我的都非常感谢。好，当然越老的越感谢，对吗？不能这样嘛，总是要那个吧，对不对？这新的人就是再待久一点，才有那么感谢嘛，对不对？你昨天才订阅，今天就这么感谢你，因为有点怪怪的嘛。哦，当然就是所有人哦，非常非常感谢6年哦，可能有做到一个成绩，也有可能没有做到一个成绩卡在这边，但总体来说是相当快乐的。但是最近真的是蛮大的，包含自己的一些遇到的一些事情，家里的事情哦，这个我很少讲啦，在我只有跟几个会员啦，只讲这个比较家里 detail 的事情。然后这个有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被一个青梅竹马嘛，国中的这个补习班的同学哦，然后就诈骗这样，就有我就觉得友情的价就几在几万块嘛，这样就。我难过的是，当然没钱很难过了，但是我就觉得友情的价格，就一段友情就这样几万块就没有了，就几万块，然后是整段的友情，而且是一直有联络的人，不是突然间才跑来跟我说要合作，要怎样的，然后跟我借钱什么的，就突然间哦，就是而且他还先给我一点说哦。可能就是我先帮他弄一点东西，他有先给我一点小报酬，然后突然间跟我借一笔比较大的，然后就人就消失。人直接消失，哦，然后联系其他的朋友也都找不到，人就找不到那个人，人就消失，哦，我真的是懒这个，我是难过大于生气啊，难过大于生气哦，这件事情，那这其实我也原本只有跟几个会员在那个会员社群有讲到啊，那也不想再太 detail 讲这个，就是很累啊，就觉得。友情是这样子的东西吗？就是碰到钱就变这样了嘛，很难过了。那当然啦，感谢各位在这个比较没有收益的时候还愿意来看台啊、抖内啊，甚至就是当然因为抖内 YouTube 抽很多，所以还有很多就像是会员，好直接在我们群组直接用这个汇款的方式，然后当然这个就是要够熟的哦，才会给你们这个方式的。当然的汇款的方式就是
这个群组有记事本等等的，这个就有愿意加入群组支持的，当然非常非常感谢啊。那你愿意在底下超级感谢或是抖内的，我也非常非常感谢。就是所有的当然啊 ，YouTube 抽的有点多啦，所以我才会用另外的方式嘛，这样子直接快速收到嘛，我也可以马上拿去拍嘛。像我现在在日本，可能还会在大概一两周就差不多要回去了，那就是还有一些这个一周系列还正在拍，你总不能我一周在日本拍的一周系列突然间回去吧，对不对？还在拍嘛？那当然，这个前面花的一些钱都花光，我现在人超省，现在超级省哦，所以有一些那个还这个、昨天哦，还有这个观众有赞助这样子，哦，赞助个几百块直接汇进来哦，也是很棒，很感谢啦，就是这个愿意等我的影片，然后愿意这个赞助我资助我那。当讲到影片，当然这个回去之后，哦，因为我真的觉得最近真的发生一些事，哦，包括家里一些事情，然后所以有一些就是急需，就是知道说，啊，没钱万万不能啊，没钱当然哦，梦想可以活，但是有时候其他的事情，哦，除了我自己以外的事情，我自己一个人没钱当然可以活，但如果有一些其他人的事情要帮忙的话，没钱就真的是没有办法，所以呢，回去可能不睡觉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就看我疯狂的那个直播台疯狂的开，然后边直播来疯狂的剪片，一天睡一个小时啊，哦！我那个回去之后呢，包含上一次日本片还有二十几支片吧，然后一周吃一万等等啊，这一次的日本片也有二十几支片，哦，可能四十几支，我可能那个努力的两天三天就出一支疯狂出，那请大家如果愿意看，愿意收看，每一支都给他看好看满，好不好？毕竟那个直播就只靠抖内，没有钱，直播黄标。那影片还是只能就是影片绿标啦，靠各位这样看啦。那非常感谢哦，就是在高潮或低潮的时候都愿意这样子在这边支持。OK， 哎，欸，才讲七分钟，我以为我讲的非常多。那今天这个影片就是一个六周年的，平常是不会这样跟大家说心里话，很少啦。很少很少这种心里话，因为我这个人报喜不报忧了，我不太喜欢把自己的那种很悲催的，或是自己发生一些鸟事哈，就是好像跟大家这样讲逃拍什么。但是今天六周年刚好在包含这一周吧，这一周这两周家里哦，欸，这一周这两周吗？这差不多这一周这两周家里发生一些事情，有点爱莫能助，就是。等一下，不行，好 ，OK， 就是这个，有点小崩啊，有些是小崩啊，像。我就不公开说了啦，哦，包含就是想要做，就是有些时候，然后呢，我必须做到一些事情，但是我因为在工作的关系，就是在开台，然后或是在就是工作的关系，没有办法，我就，好，没事，干。哇，好，也不知道怎么收尾。感谢大家的帮忙。哇，怎么会这样？哇，讲到这个就加油，努力赚钱，祝所有看我频道的观众健康、安全、平安，完成梦想，发大财。OK， 谢谢大家，我是有点喜欢那边六月份小铃铛哦，那个可能六月份开始。五月底六月份开始就回台湾之后开始疯狂发片，再请大家多多支持啊！哦，真的感谢大家哇！怎么讲？后面这边好糟哦，拍的好糟哦，哦，要讲不讲的也很糟，因为我真的不喜欢讲这种不讲不能讲。有几个会员可能知道了，那就知道就知道，也不要跟大家讲这样子哦。那当然底下大家欢迎按赞留言 ，OK， 超级感谢，可以加会员，可以。加会员群组哦，都可以啊！小崩，谢谢大家。六周年 ，Happy Six Anniversary！ 我现在把这时间哦拖到十分钟，那也差多一点广告。快了，而谢谢大家啊！二九二八七
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少讲这么 detail 的内容。今天就在这边跟大家开诚布公、坦诚布公了啦，全部都拖给大家看。好了，拜拜。啊，刚总会有点崩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